国立政治大学校际总统讲评大会今天下午3点在校区大礼堂举行，由校长李元素主席、全校师生和附属学校的小朋友分三个批次在礼堂前追悼这位政大的首任校长的逝世。追悼大会首先献花行生日礼，并且宣誓奉行总统讲的遗嘱，推动政府领导实践三民主义，坚守民主阵容，奋斗到底。住在高雄市旗津区的1000多位大臣一胞，今天扶老携幼，披麻戴孝，在逝世的灵堂后，向总统蒋公的灵位念诗哀悼，致敬一道一代伟人的先逝。蒋公的灵堂是在大臣一心中广场前，四周布置着一包自制的簇花，场面庄严而肃穆，当地